Hello，大家好。那我们现在集到了3815个钻，一个宝石，3815个宝石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开抽这个选手礼包，就是白金加金选手包。我们来买一个，来买看看好不好？买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看究竟会开到什么卡。布鲁斯哦，78的，70岁，78的是白金吗？35万，75、78是白金，不过没有紫卡，比较可惜。所以说他的白金是7到9，那我们是到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7到9。那就我们先提升一下我们的阵容，所以是7到9，那打者直接我们直接就自动选取，然后投手也是自动选取哦。OK，布鲁斯是7哦，所以它是7到9，9应该会到紫色。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战力是有提升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按个赞，按个订阅。那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，我就是觉得2800直接拼那种比较大的卡会比较好，就不要你一个一个那慢慢抽，抽那种比较便宜的。好了，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